选手介绍。第二组第三道平和村队，我们平和村队的选手谢拉瓦、安提亚、彭佳瑜及汤思佳，哇，他们用这个方式跟大家挥挥手。好，请进场。选手第四道是武潭村队，选手有赵艺莹、徐佑轩、董新梅及杜宇恩，来挥挥手。好，但是怎么办呢？阿不登啊，小新秀，是的，看到了，苹果绿的衣服。第五道是马氏部落，马氏西亚的新秀怎么办？选手吴恩熙、潘佩文、卓越及卓新。好，我们给他们掌声哦，挥挥手。这是我们马氏部落的选手，好，请进场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回到我们田径场上。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四百公尺接力计时决赛第二组，到此介绍第三跑道平和村队，查查办。第四跑道武潭村队，第五跑道马氏部落，来，各组位。喂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平衡快哦，平衡。好，马氏武潭平衡。好，第二棒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弯道之后，武潭直线看到我们的平和村，战术女性。舞台马氏追来了，好，第三棒依然是平衡领先，加油加油，舞台继续是马氏，加油，舞台追来了，准备接最后一棒，准备接最后一棒，最后一棒接棒了，哇，舞台舞台加油加油加油，到底是谁？平和平和，马氏追来了，左心左心，好好好，辛苦我们的选手来。